就是一锅杂货，你知道吧？各有各的味道，各有各的千秋，明不明白？然后你老抽一放，然后醋哎，然后里面放，然后那个来点料酒放，然后那个就哇哇哇哇哇！这啊，就这么一炒，哎，这酱油味道好咸哦，加点水。哎，各有各的味道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样会很好吃。然后，你给我个双击，你给我点两下，给我双击。我知道你又不给，小气，都月底了。海鲜小咖，好了，不打了。哇塞，这大米，你看，哦哟哟哟哟，哇，过瘾吧？哼，老得呀、啊！蛋挞，蛋挞，可以按上去的大米，看到没有？高升这边还有两天流量结转，咦，鲍鱼来一个，我告诉你怎么吃鲍鱼啊，看到没有，这下面这地方是内脏啊，去掉，看到了吧，鲜嫩鲜嫩的，太鲜了，喜不喜欢吃？喜欢吃过一个双击，哎呀，嘎嘴，双击，又到。抱头八爪鱼最恨我的时候，为什么？配他晕，配他。怎么吃？恨死了，真的恨死我们家这些兄弟姐妹了，恨死你了！你还不给我双击，就因为你。头都拍没了，双击一下，到大海里去了，回归了吗？双击双击双击，不解心痛恨，不然三两的海螺，咋回事儿？啊，好尴尬。看到没有，就黑的。你海螺，你到家里面就会发现，那海螺后面有这黑的。你一撕开这黑的，里面这鼓囊包。摘掉，你看，里面这个。我教会你吧，这不吃。我就这么看着你，我看你还好不好意思不给我双击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什么？有没有知道？哎，我们家不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，他知道，因为。他每天晚上都会在我直播间，所以他就知道，对不对？你上过我直播间吗？好酷。
机，做个双击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双击。